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贺。今天呢，准备了25斤五花肉，2盆鹌鹑蛋，20斤。今天呢，给老人改善一下伙食。今天做红烧肉炖鹌鹑蛋。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干。开始切肉。肉终于切完了，看这么一大盆。哎呀，多大岁数了？你看90多。到手来。来大爷，一会儿啊就拿这个小盆来。红烧肉炖着的鹌鹑蛋，一会儿拿一盆下去尝尝。姜呢去皮。锅内加水。切点葱姜。姜切片。把切好的五花肉倒进锅内。倒入葱姜。料酒。开火把五花肉焯一下，盖上锅盖儿。老大爷，我这做的红烧肉炖那个鹌鹑蛋，一会儿下去拿小盆啊，来免费领一份下去吃啊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给你多大岁数，大爷？我80多了。来，给你个卡，一会儿啊，你下去拿个小盆，我这炖的红烧肉炖这个鹌鹑蛋，您拿一份下尝尝。现在呢，咱们准备一些一会儿炖肉的料：大葱切段，大姜切片。大蒜呢，对半切开就行了。再准备一些干料：八角、一把花椒、香叶、一点点干辣椒、桂皮、点去血沫。把五花肉捞出来，清洗一下。咱奶奶多大岁数了？八。哎呀，大翠儿的，这是够熟的。一会儿我这肉就端好了，你打一份下去尝尝。把锅刷干净了，开始炖肉。开火，起锅倒入花生油，倒入一袋冰糖，熬个糖色，倒入五花肉，葱姜蒜倒里面炒一下。倒入一品鲜酱油、蚝油、冰糖、老抽，倒入料酒，把干料倒里面炒一下，这一大锅肉好多呀。加入清水开始炖，加点十三香，盖上锅盖。哎呀，多大岁数了？干那那碗啊，9个呀，90多了。来，淋上瓢，一会儿啊，下去拉个小盆，我这样炖的油，啊，炖的红烧油，炖的这个鹌鹑蛋，拿个小盆来，免费的，不花钱。这下去拉，我这快炖好了，啊，肉炖了一会儿了，加点盐，把鹌鹑蛋倒里面一起炖。切点香葱备用，今天呢来的这个村老人比较多，喇叭都没喊，看了来了这么多人了。我扛是不像这大锅油，一会儿就好了，一会儿就好了，排了红肉油等的这个咱这块鹌鹑蛋哎好，肉炖的差不多了，我尝一小块呢，尝尝烂没烂乎。还有肉吗？太好吃了。撒入葱花。今天来的这个村啊，高龄的老人特别的多，祝大家啊身体健康。咱们开始，现在开始炖完。身体健康，哎，万事如意，长命150载。好嘞，两个串。上哪茬？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大妹。两个。来，快快啊！看看大爷啊，好嘞，两个串。哎，行了，给他撒馒头啊。啊，我让他起来嘛。好嘞，我不吃。安全的。哎，大爷，好嘞，别着急啊，
来，都有啊，长信女香。谁说这么大了？你早点给我，谁给你来着？谁说这么大了？早点给我，你早点下去，早点吃。来，别藏着。在街上要了吗？你俩就是在找那里吗？找你找我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好嘞，好嘞，我来了。好，俩人的啊，我只能领一个人的啊，一个人只能领一个人啊。馒头，来两个馒头。好嘞，馒头。我是你那谁呢？啊，大爷。好好好。够去了吧？哎，我慢点哈，慢点得的。那大爷说呀，好啊。好。好嘞，好嘞，哪里来？哎，不吃了吧？好嘞，来来来，两碗油，好嘞，好嘞，两个馒头。哎，好嘞，两粒儿啊，两粒儿的是吧？你们家那个好好弄的啊，全是吃货。好嘞，俩人给我起了吧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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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。还挺有劲儿，没去，挺硬的。来，大队，我帮你看去了。没领吗？好嘞，都接了吧，大爷。你好嘞，像哥的给了来，这样吧。哎，太好了。好嘞。来完了。来。咱们分了33张餐卡，现在呢又来了这么多老人，咱们也把锅里剩下的分一分。老头咋不能给呢？够岁数不能给啊。够了吗？够了，一看就够了，大奶。这地方够了吗？够了。一一刷哈，不能着急啊。大奶，两个这么够。这么够起？来来来，都有啊。反正从头到尾，印度是真没打错，别打错印度。还不小心，这玩意儿洗的挺干净。好嘞，不难呀。那赖的时候太过时了，我这正好锅里剩了两个印儿，我都打给你们。你们两个印的没印都打点哈，就这馅了。下尝尝闻，吃个好也好吃。好，不行，不行，行。今天呢，来的这个村高龄的老人真是特别的多，做了那么一大锅红烧肉炖这个鹌鹑蛋，分了40多个老人。每个老人呢这么一大勺子，这一大勺子能有1斤多。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如果您支持小贺，给小贺的免费的双击关注，谢谢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